这个故事最早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短篇故事，然后当时我在家里边已经待了有2年半的时间，然后当有一天我去到一个空荡荡的街上的时候，我反而有一种就是那种封闭的状态被打开了。然后当时就是，想要拍一个关于把时间物化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就是把一天24个小时需要你不断的做事情去把它填满，然后如果你没有办法填满这24个小时，通过所做的事情来填满它的话，那么它就不构成24个小时。所以呢，就由这样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想到了，准备写一个关于一个人在一个空荡荡的城市里边努力的寻找事情做的故事。其实是一件挺顺利的事情，至少从整个的剧组的这样一个搭建，是因为所有的朋友在疫情期间都没有其他的事情都做，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然后手上已有的工作也停了下来，所以我们很顺利的组建了这样一个剧组，来完成这样的拍摄。当然，在疫情期间，除了这些很顺利之外，还有一些确实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很多的设备公司之类的没有开放，所以我们在当时要，租到设备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但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朋友从北京，然后开了2000公里，运了一车的设备，然后到湖南来拍摄。首先，我自己是会有一个对场景大概的想法，就是它需要满足是宽敞的，这样能够可以让演员在当中可以比较自由的去自由发挥一些东西，能够不至于让他们太拘谨。然后第二个，我希望它是有一些些个魔幻感的，然后所以我会在颜色上的选择，以及在某种已经过去了的一些发旧的感觉上面来做这样的一个场景的选择，但我觉得也有很多是来自于我自己记忆当中的，因为那个城市是我曾经生长的城市，所以也不可排除的就是我对一些个别的场景有一些自己纯属个人的情节。首先这个片子大约，如果我们非得用一个百分比来说它的话，可能50%-60%是剧本，然后3%-40%是我们在排练当中产生的碰出来的内容，然后还有10%-20%是可能在现场的一些因为场景原因，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回到排练之前的那样一个状态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即兴的东西，但是整个片子其实，但我们在设想拍摄这个片子的镜头语言上面，其实我们是想要往这个即兴感的这个方向去走的，所以其实有一些设计是我们设计出来的，然后来造成给大家感觉是一个可能有一些粗糙的或者有一些刺边的这种摄影手法。但是其实，即兴感是个很好的东西。但是即兴感可能，或者说我们说即兴创作，它其实并不是这个片子里面真正想要去追求，通过即兴感来挖掘某种真实或者自然的东西。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我是希望能够在和演员的碰撞当中，从他们真实的基础当中去挖掘到一些可能非真实感的东西。我想要把。
把这真实感和非真实的这样一个东西层面，两个不同的东西把它抽离出来，是能看到两个不同的，在同一个影像下面看到两个不同的层面。非真实感，比如说来源于，他们的台词，来源于他们某种奇怪的动作、形体上面的表达，可能是对我而言是某种特别的，像是一种奇幻感的，或者诗意感的，或者是剥离出现实的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真实感是来源于。对，真实感其实是一个基础。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即兴感的拍摄方式，以及我们最开始和演员排练，我们的排练方式，以及需要让演员通过他们自己平时的生活经历，或者是性格上面的东西，来揉到他们真实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里面去，从而让他们产生这种真实感。但这种真实感只是一个整个影片的基础而已。男演员是他曾经有参演过一个朋友的片子，然后是朋友推荐，然后这个女演员呢是，男演员推荐，因为当时我只是想，如果找一个他熟悉的人，我们可以节约很多在关系上面排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我觉得这个变化在我看来，是还挺大的。我记得之前一直有听到，不是谁说，对，是我们那个声音老师说，那个贾樟柯导演在说，以后世界的电影可能就是分疫情前的电影和疫情后的电影，所以我就觉得可能疫情有点，我感觉有点像是在对世界电影的一个考验，然后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地方开始起航，或者说这段时间让我们能够更冷静下来，好好的去回顾一下，去看待一下，就电影到底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样子，然后之后我们应该如何去制作和去面对电影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至少我自己就是在很偶尔的时候想过一下这个事情。如果说是它具体改变的东西呢，肯定是毋庸置疑，就是因为现在全世界，我想应该都是吧，电影院，然后很多电影院都关闭了，然后很多的电影在拍的电影，或者说是筹备要拍的电影都已经停止下来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能看得到的对电影的影响，它就是停滞下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停滞呢，是我之前讲的那个，就这个停滞，其实在我看来，它可以让我们能够冷静一点点，然后来看待一下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事儿，什么事情啊？我们都有发生过讨论，就是电影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说电影走了这么久之后，它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的问题，或者在一个什么处境下。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这次疫情到来，然后它的另外一个作用吧，对于电影。